you ready for this? 宝贝大明星，武力全开！来自桃园的 KD Girls 将要用满满的能量带给大家热力四射的韩流舞蹈表演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他们这首歌啊，把甜美做得很棒，然后呢，整个活力四射，而且呢，力量非常的足哦。嗯、我觉得很想问他们，请问你们这首歌啊，练了多久啊？大概十天就可以练成这样哦，真的，太厉害了。而且他们不止舞蹈跳得很好，他们连那个服装还有整体的造型都做得很好，对，整个团都帅你帅你的哦，非常有团魂哦。你们的造型是谁帮你们准备的？老师，不过这一首舞蹈呢，其实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啊？舞蹈设计中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中间独秀一段。哦，不会有人在旁边变成透明人的感觉，就是大家都是主角的感觉。哦，那很棒哎。那敏慧呢？就是韩流 MV 舞蹈中非常强调手部的动作。包含手臂的力量运用，延伸至手指头都需要用力。刚刚敏慧说，就是延伸到连手指头，就是那个力道都要很重要。哎、嗯，你可以教我们一些简单的手部的动作吗？刚刚可以，先把手拿起来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要用力。那我们一起做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。那你是说手指头在跳舞的时候就要用力吗？对，好，用力。好，然后呢？七八七八一。三 and 四，然后右手打开，右手打开，左手打开，左手打开，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右手要在上面，右手在上面，好像还蛮简单的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加速的练一次，七 and 八 ，OK， 好，柳丁哥已经学会了，我应该可以吧，八成了，相信搭配音乐就会变得够酷，好吗 ？Music，Tomboy。真的，手部的这个力量啊，延伸到手指头，我觉得都要很用力才可以表达得出这首歌的精神哎。对，而且我这样子跳了一下以后，我觉得好像不止手要用力，整个身体的那个肢体的角度也要摆好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有点太可爱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每一种不同的舞风呢，它其实都有它很专业的地方哦。那我听说敏慧除了就是这个很厉害的韩流舞蹈之外呢，你还会其他的舞风，对不对？你会跳什么？国标舞。国标舞，国标舞，我也是有一点点练习的涉略的哟。好，你今天要跳的国标是哪一个国标？胜吧。胜吧，草莓姐姐最会了，是吧？我不行啦，不行啦！上次我体验过以后，我就发现我大概还要再跳个10年才会像他们这样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还是赶快来看看我们敏慧带来精彩的表演。
中间集合。真的真的哎，我们集合。哇哇哇！我觉得真的要来问一下敏慧，请问你学国标舞学多久了？5年。5年呢、喔？那你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学国标舞？我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。哦，衣服很漂亮是重点，可是我觉得他的动作都非常的标准。我刚在旁边偷偷学了一下。哦，你学了？对，他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那种标准的动作，像这样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是正确的吗？哇哇！小金哥哥，你感觉跳起来有点像那个什么？土风舞公园里面哪有阿姨会跳？你可以陪我跳刚刚你那一段吗？分解一个八拍就好了。一二三 and 四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来喽，我跟你哦、喔，不要为难。5、6、7，走，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，好，帮自己拍拍手。学一种舞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你看像敏慧她都已经学了5年，所以她的姿态才会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容易，每一个小朋友都多才多艺哦。再一次谢谢敏慧。好，听说呢他们每一位卧虎藏龙，其中还有一位同学呢会乐器，是哪一位呢？好，雨桐，来，雨桐同学请上前。雨桐今天要带来的是什么乐器的表演？乌克丽丽。乌克丽丽，为什么会想学乌克丽丽？因为看表姐弹觉得很有趣，想学学看。哦，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欣赏雨桐带来的乌克丽丽表演。一起说今天的宝贝大明星，武力全开，加油！